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圆圆。9月3日中午，演员曾黎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则开箱视频，配文称满满三大箱都是我爱吃的零食，还有黄桃和黄花梨，儿时的味道最好吃了，里面有你们吃过的吗？视频中曾黎穿着一件黑色宽松上衣，披着长发，温柔有气质。他一件一件地展示手中的物品，其中比较独特的是养生零食，有山药脆片、黄金芝麻丸、健脾八珍丸等。曾黎还透露自己因为吃素食，所以每天都要吃保健品来补充维生素。网友纷纷评论，怪不得素颜也能这么好看，原来吃素食就是保持美貌的秘诀。你好温柔啊，甜得我心都快化了，怎么会有这么有气质的人啊？能坚持下来吃素真的很不容易，我吃了一天就放弃了。出生于1976年的曾黎今年已经44岁了，他很早之前就开始吃素，这个习惯保持了16年未变。他曾经在上节目时否定过不吃肉就没有劲儿这一传统说法，吃素可以让身体更健康。其实娱乐圈中不止曾黎一个人坚持吃素吃保健品，很多女明星们为了健康也为了保持身材，每天都大把大把地吃着保健品。比如陈乔恩，她曾在社交平台上晒过自己吃药的照片，各式各色的药物都直接一口闷。主持人吴昕也曾在参加综艺节目《我家那闺女》时当众吃保健品，补气丸、葡萄籽、阿胶，每天至少九种。吃适量的保健品确实可以让身体的机能更加强大，但也要适量。曾黎也已亲身践行着自己的理念，希望她永远都能保持这样一个健康美丽的状态。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有侵权，联系删除点赞了吗？关注了吗？谢谢。